今天是台湾航海的年度股东会，我们聚集在门口，大家以为我们是来闹场，但不是的。这一次我们是香港团体和台湾的团体带着中国调查报告，要专程从香港来到台北，跟各位股东公开鸿海集团隐瞒的潜在的投资风险哦。鸿海在大陆拥有多间工厂，雇用了120多万员工，它丰厚的利润背后呢，是罔顾生产安全，漠视劳动人权。为了要压低这个生产成本，大陆富士康的工人每个旺季每个月都加班了160个小时以上，他们在充满化学品、噪音、粉尘和有害物质的环境中工作，这些工人长期暴露在危险当中，他们生病的危险是很高的，像是白血病还有噪声聋，这种职业病牵涉到的是天文数字的赔偿。但是鸿海为了利润，并没有向股东诚实的坦诚他们在大陆工厂这些状况，让各位股东呢在投资风险底下。可是其实鸿海是绝对有能力改善工人的危险状况。这几年中国工人在鸿海的工人已经相继的出现了职业病，虽然现在人数还不多，但是白血病有它的潜伏期，这让我们不禁担心，是不是假以时日不久之后也轮到台湾的工人会爆发这些染病的风潮呢？就像韩国的三星，因为他们粉中毒之后面临集体诉讼，去年股价就暴跌。还有台湾的 RCA 污染案，经过法院判决之后，劳工团体也可以有强制力去那个处分公司的资产。所以我们是希望这样子的风险，各位股东要了解，这个风险不是郭董现在跟大家说你们要爱鸿海挺鸿海就会消失的。这是阳明先生写给富士康苹果公司的一封信，他是这样子写的：杨丹是我妹妹，未婚，今年24岁，家在河南省雨南县长兴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她在公司合同约定为每天8个小时，但她工作期间每天都会加班2小时，并且每周六都会加班。我们为了要表示我们的愤怒，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亲笔信烧了，眼泪都浸湿。郭董出来面对，郭董出来面对，照顾富士康工人，照顾富士康工人，郭董出来面对，郭董出来面对。我也是鸿海的股东，我要跟对后面的那些鸿海的员工讲，刚才你们说我们假正义，其实最假正义的是你们的董事长郭台铭，这么热的天气竟然叫他们来这边大太阳下跟我们这些新人的团体牢牢相争，是不是？是他是最假正义。 RCA 就是美国外资来台投资，造成我们台湾的劳工离病、土地污染。现在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商人，就是郭台铭，他们到对面去投资，跟以前美国的 RCA 公司来台湾投资有什么两样？不是一样吗？造成他们的劳工离病，而且是撒手不管，根本不管他们的死活。我们的 RCA 经过了17年的抗争，在今年的4月17号，已经在台北地狱法院宣判，而且是没离病的员工都有判赔，可见有接触就有危害。股东监督，股东监督，血汗鸿海，血汗鸿海。我也会尽到一个我自己身为股东，而且是一个职灾亡者家属的责任，我也愿意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大家加油。鸿海有一些员工自己跑出来说啊，鸿海怎么样对我们这么好这么好，但是我一看到那些自所谓自发跑出来的员工都说他是什么样一个总技术长啊，什么副总啊之类的，这些一些高层
没错，可能鸿海是对这些位高权重的高层的员工是很好，但是这些基层的员工呢，他们有没有这样同样这样子对这些基层员工这么好呢？我们今天其实不只是为了中国的受害的劳工在发声，其实我们也是为了整体劳工的环境。意思就是说，当今天鸿海的员工、台湾的员工在后面喊着他们爱鸿海的时候，其实我想他们不了解是，中国富士康的员工也一样曾经很爱鸿海，他们鞠躬尽瘁，为鸿海工作到最后一分一秒，直到他们的身体再也无法负担，直到他们中了毒染了病，他们才倒下。那他们倒下不只是他们工人个人倒下，是他们在农村老家的家人必须要变卖家产，然后来帮他们筹治白血病，或者说其他因为薪资过低没有办法负担的家计。那在这情况下，当他们去跟中国鸿海公司谈说公司应该要负责任吧，公司就说要叫你自己离职，那公司就威胁说如果你不离职的话，连现在你的医疗期公司都不给你。所以我觉得今天并不是劳工和劳工之间的对立，而是我们今天站在这里也是在争一个，如果我们不监督这家公司，让他可以为所欲为的这样子侵贱中国劳工的人民的话，其实对在台湾的鸿海员工也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今天帮中国劳工发声就是为你自己发声，大家都一样是鸿海的劳工，应该要团结在一起，一起监督你的老板。因为今天你也不知道下一个得白血病或下一个过劳的是不是你。贾正义，我们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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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正义。各位同仁，他们滚了，我们回到我们。